家好，我是陈草的鼓手阿汤。我是陈草的吉他手兼主唱柯安。我是陈草的贝斯手小兰。因为这段时间跟上一张唱片花了中间花了蛮久的时间去整理这些东西，然后是音乐性跟那个我自己是觉得比较成熟。不过现在有一个变数就是小爱新加入，然后他其实有他背什么信，是我们在跟他慢慢在尝试的地方。整首歌比较可以当成一个整体、一个个体去看，看一首歌。我也比较能够理解他到底我要如何跟他沟通，因为他都听不懂我讲话。应该没有多少人听得懂我讲话，反正就是他也花很多时间去理解他的角色。对陈草这个问题，偶像乐团超就是你知道，偶像就不是偶像乐团，没有啦，开玩笑。我很久之前就有来买 Rainbow 4 AM， 然后我蛮喜欢陈草的歌。推荐是，就是听说最近很红、多红的那个样子。这个团还蛮有趣的地方是，在里面听到很多，我在比如说90年代的时候听到很喜欢不同的类型的团的合体。Early Day Miners 的专辑，另外我记得2005年是我第一台 iPad 入手，然后那时候我 iPad 就想说要灌什么歌呢？那时候看到这个 CD 摆在小白兔，我那时候还来那边闲逛的时候买的。觉得他的 CD 封面很妙，结果没想到就认识了一个，觉得也是很棒的。他是 SOB Six， 然后其实我蛮喜欢他们，然后之前在野台有看过他们的演出，所以然后音乐听起来就轻松愉快，所以我很喜欢，就这样。好，讲完了。